他第二个问题，曾有还有同是佛门一家的同修同道，哦，也是佛教界的了。如一些佛教组织对生活中进行围堵，你有什么忠告？对他们有什么忠告？啊，对他们，对这些人家在外面的佛教团体啊，围堵生活中啊，你有什么忠告？这个跟第一个问题一样啊，没有忠告。没有，欢迎毁谤，欢迎破坏，来则不拒，包你满意。不用回答，跟第一个是一样的，没有忠告。师尊完全用真空智来做这些事情。